那个这个是白水晶，然后薰衣草、黄水晶、柠檬精的综合款。这个的话，其实我很想要拆开来卖，但是呢，但是我又觉得它这样穿好好看哦，这个好适合夏天戴，好仙哦，好仙的感觉哦。你看，这是黄水晶。它的黄水晶的体芽都很漂亮，然后椭圆的，然后长椭圆切面，方糖，然后这是白水晶，然后薰衣草，这个体的花都好美哦，然后整个这样看起来就好仙哦，而且这保证都是天然的黄水晶、白水晶跟薰衣草、紫水晶，看。我白水晶的部分很多都有做证书啦，这是同一家工厂的，然后所以这真的好漂亮，就好仙哦，夏天这样子戴，哇哦，哇哦，其实这样戴其实就还蛮好看的，对不对？这样看就很好看。